随着时代的一个演进跟潮流，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其实正在快速的流失当中。所以这一次鼎新和的文教基金会借助着仲夏幸福剧院，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布袋戏演出，让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，一起来认识这样的传统技艺。春梅文化园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存传统文化的传承，造福乡里的一个理念，所以这一次也共襄盛举，出借了这样子的一个场地，让来参加、来观看的人有一个很舒适、很共热的一个空间。我在脸书看到有布袋戏的活动，所以我带小朋友来看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文化传承的意义。春梅文化园，传承之美，幸福永续。